每一天都是好日子，是啊，看你怎么过哦，看你知不知道啊、哦，到底说的道理有没有想通？有想通就好过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啊，没想通，就一个观念想不通，你可能就火的要死，是不是？一天不好过。你刚刚去中午吃饭，有没有点牛肉面里面少了一块牛肉？你在生气的有没有？嗯。你会觉得问题很好笑，对不对？嗯，你把你自己日常生活里，你自己想一想，什么事情你老是过不去啊？你老是觉得怎么想也不对啊，怎么想就是过不了自己这一关的。你认为一碗牛肉面少碗牛肉，这个心里不舒服，你觉得这是很好笑。但是有人却在一碗牛肉面里面少两块牛肉，他觉得今天亏大了。平常去吃是吧？一碗牛肉面十块牛肉，今天去吃只有六块牛肉，少四块，这一天心中沉重啊。然后再算着一碗牛肉面100块是吧？一块牛肉10块钱，少了四块，少40，是不是一天难过？但是你想想自己的生活里面有哪一个课题，是不是？哪一件事？不就像那碗牛肉面一样，是不是？你去想想，人世间不就是恩恩怨怨吗？不就是恩恩怨怨吗？对不对？你每天好不好过，跟人世间恩恩怨怨是息息相关，一定是这样。所以有些人在日子里面呢，他可以好好的过，他不要，他非要想着恩恩怨怨，或者是制造恩恩怨怨，所以导致什么？导致天天难过。是吧？要么就觉得人家对他啊、哦，对他不起；要么就是啊、哦，自己没占到别人便宜，或者是没有让自己为所欲为的好过，心里不舒服、不爽，所以每天呢，心中啊、哦、总是觉得不顺心、不顺心。其实顺心如意与否，要想清楚，到底是顺什么心？是顺你那一时之勇呢，还是顺你那一时的欲望？还是顺你没有搞清楚的逻辑，好，圆了你当时的顺心，但是要么就把你自己的好事给阻挡了，要么就把你在人世间原先还不错的资源给断送了，要么就是原先可以顺利的、可以圆满的，后来也不见了。你去想想我讲话有没有道理？好、哦，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去想想，把你自己的生活、日常生活东西调出来，不管大小事，其实在你那一关过不了，就跟刚刚的那碗牛肉面一样，啊、哦，少几块肉，你就会搞不好想三天嘞、欸，想三天是不是、啊？然后下次可能再去吃的时候，要眼睛一直瞪老板，是不是、啊？看他这次再少两块啊。然后这次再少啊，气得牙痒痒的，是不是啊？找机会要跟老板吵架了。小事，见过世面的人就是小事，没见过世面的人就大事了，是吧？为了三块四块牛肉打架了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。